你看你自己喜欢吗？机器都是全颜的。我说你想找什么样的颜色？我看一下是吗？白色或者那个灰色。十一 Pro Max 256的，单卡的。哎，你这边哈，十一 Pro Max 26的，全颜的。电池多少？电池多少呀？反正越高越好，反正价格也高。这种94的，充气瓶外观你看一看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白色的。最高的。啊。最高的。最高的没有一百的了。没有你看一看，谁进的？就是看看外观，对，看外观，看怎么喜欢。这个边上都是，然后那个就是这个颜色都不要，重点不要那颜色是吧？对，白色或者重点。我这么问你，重点。白色的我看一下，有没有白色？只有黑色跟金色的。这种电是100的呗？全原的，高保，101次的。这种的在保吗？低保的，随便25套，还有一个月这种的呢。9月30号，电池100，充电04，充电04有准信器呗，相当于。对。你看你自己喜欢吗？机器都是全颜的。最后这个老哥选择了这台电池100，充电04，还在保的11 Pro Max， 每1003网5锁。我那意思，你那个11是送人的，你要这种原封的，原封的。过换的要不要过换呢？就是过换完之后啊，然后我带你去后泵，实际上是一样的，但是过换的会比那种原封的便宜几百块，实际上是一样的，就是看你自己选。你要是去新机子啊，我就带你去拿新机子啊。你要是要过换的，我让你带你拿过换的，拿新机的。新机大概要多少？我给你看一眼啊。之前来那边自己买过机器吗？在这里面？这里没买。对啊，这我也看。没买，我没下手呗，咋不下手呢？不敢买。这老哥啊，这小老弟儿，广州人，比我高这么多。多少钱？4290，陪这个小老弟哈，拿完了这个全新的苹果11，然后现在呢，找这个空地上。简单测一下这个11 Pro Max 256G， 因为跟档口老板呢比较熟，所以呢，这个现在才开始测机。不走了，兄弟。那好，辛苦了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完有事呢，有啥问题找我啊？有需要我再找你。拜拜。